Hello， 有人用片下单的呢，找董梦找给指的就抽。背心呢，背啊这个，都老。那你背啊搞西藏了，背心呢呀，从南北啊搞西藏，拿着灵芝，背台给你背啊搞灵芝，拿着这个波米的呢，背心你要找个设计老师，真的你把对中华老师荣耀，那么学一下。加上的那么小一会你是没到你哦，那天你写的丢写的大了，那你三幺八古道，那你就三幺八古道，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对，好漂亮，好漂亮，嗯 ，hello， 你好 ，hello， 哦。哇塞！大哥，你们也是自驾游吗？是啊。你们是哪里的？广东。广东啊。潮州。潮州。你们有几个人一起啊？四个。我们是云南的。云南的什么族啊？我是苗族。苗族啊。对。不错。潮州可以骑两个老婆吗？不可以。不可以、啊。怎么可能骑两个老婆？那是哪个族不是说可以骑两个老婆吗？在去老挝的话可以，在中国是肯定是不行的。啊，来三个来一起来。啊，四个啊，等一下四个啊。这个是，哎，这个是苗族大哥，他说苗族可以骑两个老婆。去老挝，在这边不行。来你这个来。哎，找找下。好，开始。好，来，这个是苗族大哥，这个是哪里？湖南。湖南的。嗯。啊，好厉害。这个是潮州大哥。啊？没拍相去了。拍照是吧？没得。哎呀，浪费表情。我变了吧？这样子啊的。那点好的点。那行啊，那个手给手给绑掉嘛。那个。那我在求保安，那个帮我去，你帮我去。来，试一下。好，这个是苗族大哥，湖南大哥，潮州大哥，苗族那边可以骑两个老婆。去老挝，去老挝，在这边不行。去拉萨，再去拉萨，不在拉贡。去拉萨。OK。湖南的。大概你出来几个月了？出来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从那边一直过来。来一个，这个拍照的，拍照的哈。嗯，好。你是开不开直播的？嗯。拍了没有？是拍照还是拍相？GPS信号丢失。嗯。机票都是。嗯。来搞一个录像，我们刚才那个再说一下，搞个录像的。录像的哈。好，我们的卢朗林海，苗族大哥，湖南大哥，苗族可以娶两个老婆，去老挝啊，去老挝，在这边是肯定是不行的。单车要照一下啊，对，还要去布达拉宫啊，已经跑了2000公里啊，非常不错，啊，开心哦。好的，走啊，你们现在也是一直就往回走是吧？对，往回重庆。去往重庆那边走，重庆卢朗搞石锅鸡。哦，我们要往大理丽江那边回去。大理你要走367块钱。哎呀，等到时候看吧，这个比较自由一点。那湖南走那走367回去比较去云南。云南啊，对，云南。还是。五菱神车前面。你这个房车是吧？对，我们是。看一下吗？可以，我那个，啊，两个，我还有我女朋友两个，我们这个就简单的给它改了一下。你上头一下，上头来，前方下陡坡，我可以陡，你一边哈。啊不对，老李，来宝贝，老张的你来对吧？照片你看，这里是，这里是厨房，这是厨房。哇，这挺不错的。好，来这边，那边的那个东西有点多。嗯。
这里，哇，这是一个床。我看一下有没有两个老婆，有一个老婆，他到中途可以娶两个老婆啊，不娶不给是不是？有一个还没有娶呢，还没有是不是？有一个在梦里，还带了这么多书，对，我们是四月一号就出来了，我们是去从云南去广西、贵州待了两个月，然后湖南。河南、河北、山东、天津、北京，然后内蒙古，然后转来甘肃、青海，然后来西藏，现在是返程了。返程了。对。现在返程哪里啊？去云南。去云南了。啊。云南文山。四月份到现在不都几个月了？对啊，大半年了。大半年了。四月一号我们就出来。还有你们好，最少用2万公里。我跑了，我看对2万多公里了，跑了2万多公里了，将近3万公里了。好好好，对，将近3万公里了。从前面拍，老板娘你要不要来？这侧面吧，或者是前面也可以。要有车牌，一个正面，一个侧面。哦，可以可以，可以这边吧。就哦，我把这个关掉。把这个给它关掉。哎，给它关掉。零星车。神车。一起搞。神车真的很神的，跑到现在没有一点问题啊。是录像还是照相？录像吗？啊啊，照相，照相，照相。啊，拍那个照的。啊。姐姐，你也过来嘛！下一车就我们也搞一部这个。一二三，一二三。OK。好，加个微信。哦，可以。下次就跟你学习，带个老婆出来。没问题的。还要带两个啊，不是一个。下次带两个，搞个房车就可以带两个了。搞个房车就可以带两个，带一车，带一车搞不定啊。你们基本上没住酒店吧？对，就很久才酒店洗下衣服啊，然后洗澡啊，这样。啊，通过。对，好。他这个你用了多少安的电压？那个我拿的是那个店小二，店小二是不是？对，但是、啊、这个可以用多久啊？但是如果以后你们买的话，不要买这个，你们就直接搞那个电瓶，然后就可以了。买那个铝电池来组装，然后变压器来，来组装就可以了。搞下来，看不见。啊，这个是大老婆。有缘啊。像你们有条件搞一个拖挂啊，都可以。也麻烦，要么搞个房车也可以。这个是用那煤气的是吧？这种小气罐，卡式炉，你看这个。这买那个五金的那种。那个我不敢带，我怕在路上被那个被查，我不敢带那个。不会，带个5斤的没事。哦，没事啊、哦。没事。还有2斤的，还有2斤的起瓶。对，我看过。你带这件太小了。对，我看过，但是这个也马马虎虎吧，可以吧？你买补充一次，买个10几瓶，还是勉勉强强可以用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是，好，还是可以。好的，好的。好，拜拜。好，一路平安。安全。啊。啊，搁这！我打的位置到找钱，我们找钱的。我们找钱的。你们先走，我照两张相再来。哎。老爷来呀，自驾游的，到西藏的。不，得这么事，到自驾游的能证呢，还是比较可以呢。那就是。那你哦，中华，大胆了，你这是。
百丽节设计老山啊，那是写的呢，还包还是老青岛的啊，也是得还好呢。陶主任，你好，电视的热播的镜头是，那都在那里还是很可以。啊，没了，不行，没了。在你家这用晒得大那样这都不少老子那样撒腰包裤的这车地本来找起在这晒得小那你也搞得这么的哟呼呼呼啊妈妈那行街多跑跑尿屎啊呼带你盲摸来哎呦呼没事慢慢慢莫大哦妹妹靠阿罗巴内摩我几年到达西藏带球一手的靠阿罗巴内摩我几年啊没了没了那那里还包一些呢包千刀啊包千刀所以也是什么对融冬冬刀了嘛缺氧高发是那么明显电流是缺氧哦有点什么溶洞的话嘛就缺氧喽那你就三幺八孤岛啊那你就三幺八孤岛四神比较三幺八还得就照顾到呢对啊那你就讲东的呢慢慢断错在江东了断错哦弄断错加对干加江村弄断刀了哎好了这个去抓身好的那好找好多年啊哎呀没事放进去到时候都放一起呢你们看这是谁没了哦他在用照闪一声啊你怎么越来越丑啊你怎么越来越丑亲我看你像八零后的走啦